舞台更绚烂，歌曲更动听，选手更可爱，梦想更独特。汇源果汁开门大吉。没关系，这样嫂子就看不见我了。开门大吉，开门大吉，这里有我喜爱的少女。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我的家里我家里米，喝你的。哦，度了过热寒和虐，你也喝你的。将来常有常。欢迎来到由汇源果汁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一档零门槛参与游戏互动、轻松实现家庭梦想的益智游戏节目。我是尼格麦提，欢迎各位。在我这里，你不需要能歌善舞，你也不用死记硬背，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按响门铃，打开大门，惊喜和快乐就在门背后等待着你。来，为即将上场的各位选手加加油吧，实现家庭梦想，一起开门大吉。欢迎各位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您正在收看的是由汇源果汁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们现场的每位观众都会得到由汇源果汁为您提供的精美礼盒一份，谢谢大家。马上上场的这位选手，我们来了解一下他的梦想，有请朱雅静。欢迎朱雅静，你好。嗨，小尼哥好。你好，介绍一下自己。观众朋友们好，我叫朱雅静，来自美丽的海滨城市珠海。我现在呢是在一家珠海的知名药企做市场策略。你的梦想是啥？我的梦想是实现同学聚会，大学同学。哦，你学的是什么？我学的是临床医学，并且我曾经是一名军医。军医？首先我看不出来你曾经是一位军人，也看不大出来你曾经是一位医生。我呢，虽然有一个萝莉的外表，但是却有一颗汉子的心。挺会往自己脸上贴金的啊！行吧，朱雅静，祝福你梦想成真，好吗？谢谢。实现家庭梦想，一起开门大吉。小尼哥，别跟我撒娇。适当的时候可以帮一下我吗？没门。你现在去开门。第一扇门，别撒娇，好好说话。好。请按响门铃。听出来了。听出来了。我从广东来的，然后这首歌呢是鸭三河口，对吗？鸭三河口。河口普通话怎么说？一生何求。到底对不对？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冷暖哪可忧，回头多少个秋，曾骗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答到没有，无法解释打沙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半缺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然是我的所有。
谢谢张玉坤给我们带来这首《一生何求》，掌声送给他，谢谢，辛苦了，恭喜你收获了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一生何求广东话我们知道怎么说了，那个开门大吉用广东话怎么讲？开门大吉。什么？开门大吉。开门大吉标准吗？好标准的。谢谢咋说？多谢晒。多谢晒。唔该晒。唔该晒。快去开门晒。OK。第二扇门，请按响门铃。某满台。某满台。小尼哥哥，我想我们可不可以摆一个 pose 呢？你想干嘛？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电影主题曲。要说一年半以前你要让我摆 pose 我没问题，现在不行。没关系的。不要不要不要。那你在前面好了。不好吧？没关系，这样嫂子就看不见我了。我明白他是啥意思。对，你差不多猜出来了。怎么样？我们这个姿势是不是很美？我觉得这有点虎背熊腰的意思。你行了你啊，别嘚瑟了。什么歌？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明星，他叫 Celine Dion。什么歌？这首歌叫 My Heart Will Go On。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One time and last for a lifetime and never let go till we're gone. Love was when I loved you. One true time I'd hold you.掌声送给艾伦，谢谢你给我们演绎了经典 My Heart Will Go On， 普通话汉语的翻译叫我心永恒。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太开心了，特别活泛一个小姑娘是吧？你这怎么当医生啊？你多高？1.58米。1.58米、体重是84斤。这么娇小玲珑。就是呀，所以我在被问诊的时候经常是牵着大爷你哪儿不舒服呀，然后他说肚子疼啊，然后问着问着问着他就会说，小姑娘你多大了，就最后就变成他问我了，不是我问他了。就医生一下子就会对你有一种防备。对，有点不太信任你。是啊，这还好说，但我觉得你是一位军医，当军人的时候，当兵的时候，一开始有没有闹过笑话呀？那笑话特别多啊。比如说，说点。就像我们军校的话，就穿制式皮鞋，你知道吧？然后最小的鞋码是35码。那我呢？我的脚是33码的。
那么小，大两个码呀。那踢正步的时候塞点棉花。哦，嗯，就能待住了。待不住啊，塞了棉花还待不住啊，一不小心就把鞋子踢飞了。哎呦，啊，然后这一踢飞可好，那谁能想到还要先报告啊，对吗？嗯，然后我就第一反应就是捡鞋子，这是违规的，嗯，所以就要求我们整个方阵，嗯，不允许外出，哦，一个月不允许外出。明白了啊，嗯，而且你这个跟其他的女兵站在一起的时候，你身高也不平均啊，你要报数，一二三，到你这儿，是，这是有过这种情况吗？不平衡啊，还是比较平稳的，比较平稳的。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好的是，身材娇小玲珑的女孩子比较容易让身边的尤其是男士有保护欲，想要保护你的那种感觉，对不对？嗯，那你，是的。那你内心是怎么样的？你内心是属于比较柔弱的那种女孩子？我内心其实是挺强悍的。挺强悍的。嗯。怎么强悍？你喜欢玩过山车吗？我爱玩，刺激啊。那什么时候咱们去玩？那个安全带能把你绑住啊？能绑住。真的啊。其实内心还是挺勇敢的一个小姑娘啊。是的。行嘞，今天面对我们的层层挑战，这大门对你来说有点太高大了，希望你能够勇敢地面对它，各个击破，好不好？承您吉言。好嘞，第三扇门，请按响门铃。走了。是不是？这是周雅静的第三扇门，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没问题。怎能忘记夏夜听青海浪漫平，你可知那岁月催人老，熬了多少日光月朦胧，寻尽故人影，数九难找鸳鸯亭。谢谢白雪为我们演唱的这首《久别的人》，也要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积累到了3000元。耶！
今天你的亲友团来了吗？来了。是你的同学吗？是的。哎呦，太好了，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好不好？来，连线第二现场。你今天惨了。怎么着？惨了。怎么了？你刚才敢在舞台上跟雅静是吧？不。敢做那个亲密动作？不是我。你亲友团都是什么人吗？你知道吗？干嘛？啊，怎么？这两位是雅静的大学同学。哎呀，大哥，这一位更不简单了，他是雅静的男朋友。哇！不是我那个，不是他那个，咱俩真是清白的。我坦白是我主动的。对，咱这男朋友，你刚才都看见了吧？看见了。在舞台上敢那样啊？你看完之后作何感想？很开心。没问题啊，一切 OK。不是，我也想上去拥抱一下呢。哎，真的，拥抱小迪，不是那挑事儿。哎，你看这么受男神欢迎哈，那么可爱哈，乖巧，你们俩就当时就没动啥心思？你这人这不是、啊、你还不挑事儿啊？啊，这男朋友在这儿咱也不怕啊，因为该怎么说就怎么说。俩哥俩定位比较好，我们直接定义成我们的小妹妹。对，哦，先是小妹妹，但是也可以发展嘛，从妹妹就升级到。女朋友了啊？这个没有，我们都是很纯洁的同学关系。这男朋友得问一下，你觉得这雅静看上你啥了？哎呦呵，肯定是我长得帅嘛，我们俩都是外貌党的啊。哎呦喂，那我得问问雅静了，特别想听听这粤语我爱你怎么说。我爱你。哎呀，这牙都酸了。好了，你回一句啊，倒是你老家哪儿的？我四川人，四川话说，四川话说一句，我也爱你。哎呀，老般配了。哎呀，我跟马月这里应外合啊，看似拆台，其实是向大家展示两个人之间美满甜蜜的爱情呢。我们就带着这份力量，燃烧我们的小宇宙，继续闯关，好不好？好，爆发吧！爆发吧！第四扇门5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加油，加油！你听出来了吗？我听到了。废话，我们也听到了。但是没怎么听出来，我想求助。你觉得你男朋友能听出来吗？我觉得他能听出来的可能性不太大。对。小尼哥，你懂我。我懂你。连线第二现场，马月，你们那儿有答案吗？雅静说她男朋友说了也没用，她也不知道。那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啊？是真不知道。真不知道、啊、真不知道。天哪，完了完了，咱同学呢？真不知道。这么熟悉的旋律，对，一般歌词歌名都在歌词里。哎，你别自我陶醉了。你还没想起来吗？十、九、八、七、六、小花、五、四、三、二、一，好，亲友团，再见，谢谢了啊！马月都提醒到那份上了啊！好，你给出一个答案。是小花，小花还是？绒花，绒花是小花的主题曲，绒花。确定是绒花？确定。到底对不对？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哎呀，太开心。
谢谢曾子如给我们带来的这首《绒花》，恭喜你答对了，家庭梦想基金积累到了5000元。耶！哎，你会唱吗？来一首呗。好的呀。好的呀，来。走。一种女孩单纯又调皮，军中女孩她走一二一，军中女孩也有暧昧心，打扮起来，打扮起来，听吧俏丽。不错不错不错，你曾经也是一位军中女孩，我相信军营的生活所带给你的，你会受用一生，对不对？是的。嗯，好了，接下来你要面对一个问题了。现在收获了5000元，你使用了一次求助，你要不要继续前进？其实呢，今天来开门大吉就已经圆了我同学聚会的一个小梦想啦。嗯嗯，因为今天来的这两位男同学，我们已经有7年多没有见面了。见他们俩就够了是吗？你就不想想你的女同学？我的女同学我很想和他们聚的，但是为什么呢？他们要么都生孩子了，要么都在怀孕，在北京的。不是在怀孕就是在生孩子。对，要么就是在准备怀孕的路上。哦，行行行，真心的希望你和你同学的这份情谊能够一直延续下去，好不好？嗯，好的。那我们就见好就收了。见好就收。恭喜你收获了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在这里要感谢长河气色好的会员桃果肉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谢谢你来到开门大吉，谢谢。谢谢小明哥，谢谢，谢谢大家。会员果汁开门大吉，中国福、金利福、金利福珠宝邀请您扫描二维码参与节目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金利福珠宝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亲爱的朋友们，马上要上场的这位选手，他的家庭梦想到底是什么？能否实现？让我们拭目以待。掌声有请车路平。欢迎你。你好。欢迎车路平。嗯，欧巴撒浪海哟。你是韩国人？ No， 我是中国人。中国人，中国哪里的？那我来自我介绍一下吧。好的。 Music。 哎呀妈呀，我叫车路平，跟我念一遍。什么？你没听过我的名字？没关系，那就让我来跟你说一说。我来自东北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家庭，我会唱歌，会弹琴，会演戏。我今天站在这里开门大吉，只有两个目的：一，完成我的家庭梦想；二，抱一抱小尼。哎妈呀，你的梦想就是抱一抱小尼。嗯，你能想一生梦想，能想点更高远的目标吗？嗯，嫁给小尼。哎，那国家法律不允许啊啊！那个，我想问问你，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大家听？既然你想听，那我就告诉你，我的家庭梦想是送给我爸爸妈妈一次去香格里拉的蜜月旅行。哎呀，真孝顺啊！好女儿，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帮助你，但是要靠你自己的努力实现你的梦想，好不好？好，加油，实现家庭梦想。全场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开门大吉。你是哪个学校的呀？我是您的师妹。这是什么专业？表演。表演专业啊。那我们开始。好的。好的，请按响门铃。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老鼠爱大米。确定吗？确定。来，全场的朋友们，借我你们的双手，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我听见你的声音，有种特别的感觉，让我不断想，不敢再忘记你。我记得有一个人永远留在我心中，哪怕只能够这样的想你。
歌手香香。不错，恭喜你收获了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你平常就是这样古灵精怪的，对不对？对，就没有办法正常。我觉得我这样挺正常的。真的吗？那我们就继续保持吧。来，第二扇门，请按响门铃，加油。的歌，叫我爱你那么多，确定吗？哎，不是对的时候都会有音乐响起吗？我爱你那么多，确定。期待着有音乐响起啊，哦、而不是电闪雷鸣哈、啊。嗯、哦，当然我也希望如此，这取决于你能否回答正确。我爱你那么多，到底对不对？让我们期待。谢谢黄子一为我们带来的这首《我爱你那么多》，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积累到了2000元。继续加油！我从他身上今天学会了好多小动作啊，比如说这样啊，这样是在思考，是不是？对。这样是得意，是不是？对。哦。其实我这样的时候就遇到麻烦了。嗯。能帮我吗？能帮你吗？的时候啊。能帮我吗？今天能帮你的不是我。是你的亲友团啊！这样，我们在进入下一道题之前，认识一下你亲友团，好不好？好啊！他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啊，来连线第二现场，张磊来介绍一下。对，这个是车汝平的亲友团，这两位是他的大学同学，这是他现在的同样的这个同事啊，同为演员。接下来咱们来给他加加油，因为接下来还有很多关他需要去闯。是这个，要要要要要加油！谢谢，掌声送给第二现场的亲友团，谢谢。太可爱了啊，我觉得他们算是给你加油打气。嗯，你不能让他们失望。刚答了两道题，大家对你多少会有一些了解。嗯，你自己点评一下，你觉得自己是个什么样的女孩子？胆子大啊、古灵精怪，呆傻萌俏。呆傻萌俏，嗯，都体现在哪些方面？胆子大，多大？这个啊，我从小胆子就大。嗯，先说一个小的时候的事儿。嗯，我4岁那年去，因为我是家在东北，嗯，松花江上啊，不是，我在哈尔滨，然后我就小的时候去江边玩，然后跟我哥哥还有我表哥，我们三个人，然后我就掉进冰窟窿里了。哇，当时只有4岁，我就回忆了一下整个人生。嗯，我心想这次可能就要命丧于此了。嗯，然后没想到我哥哥跳进去把我救了起来。那你应该会收敛一下吧，你现在胆子应该会我现在啊胆子更大了。哦，像我现在拍戏，我有一次拍3楼就是跳楼的戏，从那个楼梯摔下来，
没有威亚，我自己直接三层的高度是吗？对，我直接从那个台子上面翻下来。是演戏的需要吗？对，就是我演这场戏就是跳楼。我觉得做演员真的是你得胆子大，而且做演员其实看上去很风光，对，背后的辛酸只有你们自己知道。其实你像我，小妮哥哥，我不像你，你整个人你看风流倜傥，你站在这里就是360度无死角，嗯哼，高富帅的高配，对吧？但是我不一样，你看我，我长得这么小，又矮又丑又笨，然后我如果不用这些努力和实际行动去走完我这条路，我可能就没路可走了。我觉得你不要妄自菲薄，有时候我们的自信不是来自我们的身高，不是来自我们的外形，更何况你的长相非常的可爱。我觉得自信要从内心。那是你喜欢的类型吗？是你们喜欢的类型吗？是，你看我们大家都为你鼓掌加油了，赶紧把你去开门吧。好，你在我身边，我后背都发汗啊。第三扇门，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你准备好了吗？我希望你自信一点，好不好？我们是强大的。好，请按响门铃。汇源桃果肉，常喝气色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汇源果汁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会耶。谁的歌？周杰伦。他刚结婚，你没有哭啊？没有哎，我祝福他呀。真的？就像你结婚的时候，我也没有哭。哎呦，我跟周杰伦能比吗？什么歌？听妈妈的话。确定吗？确定。我觉得这首歌的难度说实话不是很大，你这个年龄阶段女孩子一定能听出来，没有问题。听妈妈的话，那到底对不对呢？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王岩为我们演唱的这首《听妈妈的话》，也要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积累到了3000元。恭喜你！哎呀，挺好的，打开了三扇门了。那我想问你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你是一个听妈妈的话的孩子吗？是。真的吗？非常听话。真的非常听话吗？真的。我可听说你小时候坚持学表演这个专业。遭到了家人的反对，一点都不听话哦。这个因为开始的时候他们非常反对，觉得我应该去学，因为我妈妈是个老师，她觉得我应该学一个教师的。然后我爸爸是个医生，他又希望我去学医。结果最后我还是坚持学了表演。最后他们也同意了。但是在我绝食了好几天的情况下。绝食了好几天的情况下，我爸爸偷偷的给我送零食。哎，可怜天下父母心啊！这纵然你有千百个不愿意，但是孩子
他的想法，最后我们也拧不过你们。我走到现在为止唯一的遗憾就是爸爸妈妈陪伴着我长大，我却没有陪伴他们变老，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不孝的事。所以你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自己独立打拼？对，我从初中开始就在外面读书，然后又上了寄宿学校，不经常回家，所以哥哥，我有一个哥哥，哥哥的感情可能跟爸爸妈妈比较好。小的时候总觉得爸爸妈妈可能有偏向哥哥，但是长大后我就发现爸爸妈妈的爱才是这个世界上最温暖的怀抱，比什么都重要。我觉得吧，从小出来打拼的孩子，他总会觉得有些亏欠，没有陪伴父母，没有陪伴在爸妈的身边，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也是对自己的一份亏欠，亏欠了自己没有跟父母一起的童年，你失去了和其他孩子一样比较充实陪在爸妈身边一起成长的这份童年。所以我觉得什么时候都不晚，回家好好的抱一抱爸爸妈妈，说一声辛苦了，以后我会常常陪伴你们的。再加上那三个字，最具有魔力的三个字，爸爸妈妈我爱你。真好。好了，收拾一下心情，我们一起出发好不好？好。来吧，第四扇门，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加油加油。你那个当当当当也无所谓了，想不起来词儿也没关系，关键是你要把歌名想出来。歌名叫因为爱所以爱，到底对不对呢？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谁也不用给我一个没口实的爱，我要你现在。只是为了你一句话，我只想摇摆。只是为了一个笑容，爱就存在。那些想太多的人，有谁失恋都不会明白。因为爱所以爱，温柔经不起安排，愉快那么快，不要等到互相伤害。因为爱所以爱，感情不必拿来看看，谁也不用给我一个没头时代，我要你现在。谢谢王成龙给我们带来这首因为爱所以爱，也要恭喜你，因为答对了，所以你家庭梦想基金积累到了5000元。好的，车路平，我一直觉得车路平这个名字有点奇怪，车路平蜀道难，那感觉难于上青天。对，你这个名字是啥意思？你有没有问我爸爸妈妈为什么给你起这样一个名字？其实啊，我这个名字说来话长，我原来叫车倩，我上初中认识了一个男孩，他姓陆，但是我就对这个男孩一见钟情了，我就跟我回家跟我爸爸说，我说爸，我能不能改个名啊？他说改什么呀？我说带一个陆字就行。他的姓就是这个字，他姓这个。你不要告诉我你是因为你上初中的时候喜欢的一个男孩子而改了名。我还没说完呢。然后我爸说好啊，那就改吧。然后我哥哥也改了名字，我哥哥叫车泽平，我叔叔家的弟叫车董平，车新平、车爱平，就是大家所有人都跟着改名字了，就是因为我这段全家人都改名字了。但是我不后悔，
你真的不后悔吗？因为我觉得人的一生总要做一些浪漫的事儿，直到等我们变老了还可以去回忆这种事儿，我回忆起来还会笑就足够了。这就是美好的青春啊。对，我们在年少轻狂的时候可以做出任何疯狂的决定，不影响我们的人生轨迹。当我们回过头的时候再想一想，哪怕是会心的一笑也是一种收获，心满意足了。对，其实一开始听你故事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我是那个男生，我的压力肯定特别大。你说张磊要是为了我把名字改了张提磊、张磊、张尼、张磊，是不是？刚刚我还在说，我说从今天开始车路平的名字应该改成车泥平。车泥平我改不改好像倒无所谓啊。张磊有没有在自己上大学的时候做过一些特别疯狂的事情啊？哎，我还真的好像没有太疯狂过。看出来了，因为今天没有亲友团爆我的料，所以我可以尽情的来说一些不靠谱的事实。那爆爆他的料好不好？其实刚才车路平哭的时候啊，他所有的亲友团的朋友说，真的是他们认识他以来第一次看到他哭。所以今天车路平在现场完全展现了生活当中不同的一面。依据他刚才的表现啊，小妮，我觉得车路平应该是一个卖霸气的人。真假的？他在 KTV 里的曲风是什么样子的？有一个比较专业的名字叫原创歌手，但是他每次唱完的时候，我都会才发现原来是一首我经常听的歌，自己瞎编乱造。你能模仿一下吗？这我真模仿不了。真是原创。那小妮，我们让他来自己来唱一下吧，我们无法模仿。太好了，来一首吧。无法唱。这首歌吧，是我刚刚想到的，然后我就为你唱首歌好了。好，来。星期一。星期一，我独自守着电视机，开门大吉，开门大吉，这里有我心爱的少女。我觉得应该是首原创歌曲。OK。哇，不错！谢谢亲友团，在亲友团的介绍当中，我们认识了一个全新的车路平啊！来吧，我们继续加油，走吧，走，请按下门铃。都是天意，是这个吗？啦啦啦，一生爱你千百回。什么？我求助一下吧。我估计第二现场的人现在都急疯了，他们有没有答案呢？来，马上连线。都怪我，刘德华，都怪我。你的同事给了一个答案，刘德华，刘德华都怪我，怪你，不是怪。我都怪我，都怪小妮。如果要错了清零的话，是不是可以都怪你？啊，你都怪我。好，你接受这个答案吗？确定吗？都怪我。到底对不对？到底怪谁？都怪我。让我们期待开门门大大吉。起！哇！帮到你了！都怪我，都怪我，看不到事情快你有个结果，当爱没有等到瓜熟蒂落，任一分天割，都怪我太执着，却也拼不回那撕碎的承诺。一个故事只能告一段落，风吹叶儿落，都怪爱的故事太多完美，我的今天才这样狼狈，付出等于收获，那是自以为。都怪爱的故事太多完美，我的今天才充满后悔，换算等于永久，那是自以为。换算等于永久，那是自以为。
谢谢赵海华给我们带来的这首《都怪我》，这三个字对你来说太重要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好了，小车，车路平，你要继续前进还是见好就收？我见好就收吧，我这个脑袋听什么歌都像那个，我刚刚唱什么来着？一切都是天意。行了，你被这首歌带跑了啊！好，那咱们就见好就收，恭喜你收获了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在这里要感谢常喝气色好的会员桃果肉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我知道你的第二个梦想是什么，我也会帮助你去实现它的，因为我今天看到了一个很可爱上进努力的女孩子为自己的梦想而打拼，所以这个拥抱是必须要给你，加油。谢谢。会员果汁开门大吉，中国福、金利福、金利福珠宝邀请您扫描二维码参与节目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金利福珠宝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好了，亲爱的朋友们，马上要上场的这位选手，他的家庭梦想能否实现，我们一起来关注，有请孙钟馗。你好，小吉。孙钟馗这名字有意思啊，这身板也挺人如其名，来先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是来自黑龙江省桐乡市八岔赫子族乡，我是这个乡的文化站长，我叫孙钟馗，是赫子族。哦，赫子族的朋友。对对对。那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家庭梦想，因为我们赫子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我就想把我们传统的音乐制作一个赫子族的歌曲光碟。赫哲族的歌曲光碟。对对对，把你们赫哲族的音乐文化传承下去。对对对，是这意思吗？对对对。来吧，孙钟馗，那我们一起加油，实现家庭梦想，一起开门大吉。如果你今天能够挑战成功的话，将有可能获得由常喝气色好的会员桃果肉为你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请按响门铃，加油。OK 呢，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歌名叫做《走四方》，到底对不对？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看斜阳落下去又回来，地不老天不荒，岁月长又长。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看斜阳落下去又回来，地不老天不荒，岁月长又长。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看斜阳落下去又回来，地不老天不荒，岁月长又长。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看斜阳落下去又回来，地不老天不荒，岁月长又长。谢谢孙墨言为我们演唱的这首《走四方》，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积累了1,000元。这是一个开始啊。小宁，我有一个建议，就是我们赫哲族啊，他这个庆祝的方式是像不像你的平时总击手，我们是拥抱一下，接一下脸儿，说一下爱意，就好的意思。爱意，爱意，爱意，对，不是啊，爱意，爱意就是好。哦，我们就不击掌了，不击掌了。那我们一会儿你再得看你能不能开门了。行行行，好不好？好。那我们接下来是第二扇门，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看看这扇门能不能打开，请按响门铃。
爱，说的标准吗？爱。小尼啊，你太讲究了，小尼。这个就是我们民族的歌曲啊。这下面观众已经开始唱《菏泽人》。你真是你们民族的歌曲，这是白送你的。这是专门描写我们菏泽族生活的《乌苏里船歌》。乌苏里船歌，对不对？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歌手阿普萨萨，欢迎。你好，阿普萨萨，你好，阿普萨萨，先跟我们观众打个招呼，问声好，好不好？我呢是独龙族，因为我妈妈是独龙族，还有我爸爸是傈僳族。在我们家乡的话，我跟大家打招呼就是花花，花花，对，吉祥如意。哦，那我们一起跟阿普萨萨打个招呼，好不好？一二三，花花，花花。再次感谢阿普萨萨来到我们开门大吉，谢谢。好了。恭喜您回答的完全正确，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来拥抱见面，阿姨啊、我咋记呢，我就想我们家阿姨就行了，阿姨啊。这首《乌苏里船歌》我们从小听到大，我们小时候就特别的对于赫哲族的朋友那种以鱼为业的生活充满了好奇。你是赫哲族的文化遗产传承人，对不对？对，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可以跟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赫哲族，这是个怎样的民族，我们都有哪些文化的传统。我们赫哲族呢，它世代以渔类为生，它主要生活在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沿岸，它的全国的人口将近5000人，是一个人口比较少的民族。对，比较少的民族啊。我们赫哲人呢，他没有文字，只有语言，是，只有没有文字，只有语言，只有语言啊。他所以说很多的文化传承特别吃力。所以说你们的历史和文化都是靠口头的形式传承下来的，是靠口头形式流传下来的，一代一代的。我知道赫哲族有一种文化遗产叫做伊玛堪，是吧？对，伊玛堪，它是那个我们赫哲族比较特有的一个口头文学说唱形式。口头文学。对，它是被誉为我们赫哲族文化的活化石。因为它是在2011年被那个联合国被列为了是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保护项目。
好，这就是一种口头历史、口述历史的一种传承的方式。是的，就说你爸爸本身就是一位文化传承人，是吗？我父亲他是一个文化传承人，所以说我是沿着他的步伐在进行着我的工作，完了想把这贺哲族文化发扬光大。真好。刚才听的这首《乌苏里船歌》是歌唱贺哲族生活的一首歌，那你们自己还会唱哪些？我们有自己歌唱自己的一些歌曲啊，比如说《乌苏里盲漠》啊。我给你唱一下。好，乌苏里盲漠的河尼那，撒哈拉盲漠的河尼那，卡塔芒格南约尼，伊拉芒格们就里边丢一，卡塔芒格南约尼，伊拉芒格们就里边丢一，有点像绕口令啊，这特别快说的。对对对，这是我民族的传统小调。小调还有九歌吗？咱俩合作一个好不好？我教你，我一伸大拇指，你就唱赫尼那。赫里赫尼那，赫尼那，赫尼那，那努力过去过哪里去？赫尼那。我的家里我家里米喝你那哦读了过热汗的喝虐你也喝你那喝你那喝你那喵我的丽莎可是我秋裤里阿郎阿郎阿郎喝嘞喝嘞喝你那阿郎阿郎阿郎喝嘞喝嘞喝你那得得得阿儿那得得得阿儿那喝金嘎深度哈虐马红树奴乌米路树奴乌米路贺尼娜哇贺尼娜贺尼娜啥意思贺尼娜是一种虚词、就是咱们互动的时候因为简洁让你能跟我们一起来要去沟通、没有什么具体的意思没有什么具体意思我只要贺尼娜就行了可以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希望你多一点收获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不知道你能不能拿到手第三扇门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哎，这个歌是相当老的歌了。昨夜里，昨夜里星辰依旧闪烁。昨夜星辰，对不对？对吗？到底是不是昨夜星辰呢？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您也有了答案。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太棒了。晨已坠落，消失在遥远的银河，想起起偏又已忘记，那份爱换来。谢谢林征辉为我们演唱的这首《昨夜星辰》，你要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多少？3000元。拥抱贴面，哎，越来越熟了啊！好，接下来是第四扇门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在您去开门之前，我觉得有必要介绍一下您的亲友团啊。好的，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认识一下我们的钟馗的亲友团，连线第二现场，周群。好嘞，小妮，钟馗，看到我们这个亲友团，哎呀，穿的这个漂亮啊，表妹对不对？对，是表妹啊。你好，这个是妻子。哎，这位我要给大家特别介绍一下，这位是钟馗的老师，对吗？对对对。哎，小妮，我给你介绍一下，老师今天穿的这个我都不敢碰。
因为真的是赫哲族一直流传下来的非常珍贵的这个服饰了哈。这个叫什么服？这个呢是我们的鱼皮服。嗯，鱼皮。哦，对，这个、都是鱼骨的工艺，全是鱼皮。嗯、这是鱼骨啊。这是我们这个衣服这个边儿的都是就是云丝卷和水纹组成的。嗯嗯、我穿这个衣服呢是用100多条鱼才能制成的。哇！现在呢，我们这个服饰呢，在家也能做。嗯。但是呢，都是做的工艺品。哦。其实是不会拿来穿了。穿是现在是用成我们现在的生活这么的发展。嗯。所以说呢，现在就不可能再去穿这个。对，包括这套服装都不是穿着用的，而是用来展示的。我们今天把它借到现场来穿给大家看一看的哈。他教了钟馗一个赫哲族特有的说唱艺术，叫一马堪。一马堪，老师能不能在现场亮一嗓子？我们刚刚老听到钟馗一直在唱，您唱两句我们听听好吗？好吧。撒哈里蒙姆尼巴刀，盖军与红的狼。盖军乌勒肯尼高古大一厘米，俄克伊西文东格的一吉里纳尼纳，哥哥哥哥喝来喝来，伊玛坎加里伊玛坎加里。哦，好听好听，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介绍一下那个吴老师，他是这个伊玛坎的国家级的代表性的传承人。这个伊玛坎的传承人，国家级的就两人，现在这吴老师是站在这儿。真好听哎、啊！来来来，那我们也要拥抱一下。怎么着？来一个，这个是阿姨。阿姨。所以我觉得赫哲族虽然没有文字，但是伊玛坎像这种音乐的形式，就是你们的文字。对对对。就用歌唱的形式把自己的文化和历史传承下来。是，当然你们的历史还记载在你们的劳动当中，你们的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里，甚至记载在一张张鱼皮上面。今天钟馗带了几个赫哲族的工艺品，很精美。对，这就是咱们平时吃的鱼，这是鱼骨头。你看，这是鱼骨头。对，这就是咱们赫哲人凭着自己的丰富的想象力，用胶粘上去的，变成这么一个花的一个画。所以你们吃完鱼还一点都不浪费。对呀、啊，一点也不浪费了。咱们鱼骨可以做鱼骨画、鱼皮画。看，虽然说这个鱼皮画一个画幅比较小，但是您看，活灵活现。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您能猜出是什么吗？这个就是桦树皮，纯天然，就是白色的桦树皮。这一个个都是艺术品啊！但是这些艺术品都是来源于生活，来源于生活当中的智慧。所以由衷的向你们赫哲族的朋友们表示由衷的敬佩。我觉得我们的文化遗产太珍贵了，必须要传承下去。当然你就是一位很好的代表，文化传承人。那我们的路还很长，继续向前走吧。好好，来，我们一起为孙钟馗加加油。来，我们现在只开了3扇门，还有更多的挑战。第4扇门，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这个我头两句都听出来了。燃烧，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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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就前面这个，你就记住头两个字了。对对对，歌名叫做燃烧，燃烧，到底对不对？来，全场的朋友们，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你躲在我心底，让我有心跳，忘了你我就活不了。时间的刀在他把记忆切断那一秒，却没有带走爱附赠的烦恼。爱已经不太重要，重要的只是我忘了
把你忘掉。时间很早，就算那吻过的人已老，心在隐隐作痛，哪管你要或不要。燃烧，想象不到痛还在燃烧，因为火早已扑灭了，怎么遇见你心又被后悔灼伤了。燃烧，泪是爱情的火药，请不要这样看我，我知道我已逃不掉。感谢朱军为我们带来的这首《燃烧》，也要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积累到了5000元。阿姨，那你今天的家庭梦想就是把贺哲族的民歌，对，民间的曲调，是的，制作成光盘。是是是。5000够不够？5000不够。对。那我们是不是还得再继续向前？继续向前吧。继续向前，大家支持他吗？好吧，请按响门铃，加油。你的爱到底给了谁？这个难不住我，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不是年轻的时候，我上学的时候搞过乐队。这个我记得应该是零点乐队的一首歌。你的爱给了谁？你的爱给了谁啊？我的爱给我的老婆了。你的爱给了谁？你的爱给了谁？确定吗？确定。那我们就试试了。好，你的爱给了谁？这是可能将会是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也可能将会是零。究竟这扇门打开之后是什么样的结果？那就让我们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忘了吧曾有过的幸福，算了吧，一切已结束。我知道他不属于我，我的心却被带走。失去了一生中的最爱，想起来叫人心碎。天空飘着冰雪，无法冻结我的思念。谢谢宋逸阳给我们带来的这首《你的爱给了谁》，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哎，那么今天你的目标有没有达到？告诉我们。亲友团没用，我打算再闯一把吧。再闯一把。因为我们贺州人，有一种拼搏、向上进取的这种精神。那我再冲一把。那来吧，第6扇门。请按响门铃。
汇源桃果肉，常喝戒色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汇源果汁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听出来了吗？当当的当当，当当的当。没听出来，还真被您说中了。那没听出来，就得求助了，只能求助了啊！来，连线第二现场，求助。老师说特别熟这旋律，特别熟，但是呢，这个名字我真就是好想不起来，就是。表妹呢？特别说是谁唱的，男生唱的还是女生唱的？这个是男生唱的。我们现在想，你我们第二现场出现了这样一个局面，就是心有余力不足，谁也帮不上忙了。好的，谢谢亲友团。我们都不希望面对这样一个局面，但是看来亲友团没有能帮到你。你怎么办？那就没办法了，猜不出来了。所以很抱歉，很遗憾，挑战失败。那究竟是什么歌呢？这样吧，我们一起来听听正确答案是什么。走在半梦半醒之间，我们忘了还有明天，忘了保留一点时间，哦，好让这种感觉永远。迷迷糊糊睁开双眼，醒来你已了无踪影，再回到梦里，梦已不想念，我爱你是梦是真，转眼改变，梦已不想念。谢谢张玉坤和光少芹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什么歌？听完了能猜出来吗？半醒之间，对吗？看歌词才看懂，有点晚了。对，半梦半醒之间，所以孙钟馗，很遗憾我们的挑战失败了。今天这个家庭梦想没有实现，但是至少通过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也让很多的朋友们了解了赫哲族的独特文化，我们一起加入到保护它的行列当中来，我们一起努力，好吗？谢谢。但是还是要很残忍的宣布，我们今天的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清零。没关系，感谢孙钟馗来到开门大吉的现场，我们用掌声送给他，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收获颇丰，谢谢。来，那句必须要来那个，来一起，欢迎，谢谢。我们有冲在乎你的我，只在乎我在乎的你是否在乎，在乎你的我。你一起看草原。你上来干嘛呀？你这压力也太大了。我跟他谁比较萌？中国范儿就是这样的气概。开门大吉。